只有在高雄比赛才能够看到国旗，在台北比赛啊，大概看不到国旗，实在很讽刺。右边是吴科会培地科长、毕培地科长、陈局市长、蔡清华局长及张信泰校长等。一面是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另外一面五星旗吗？那个星星不知道代表哪个国家的国旗。越南 go go go。啊，可能是越南的国旗了。高雄是参与国中表演。